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，Hello， 我是菲菲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追赵丽颖的新剧呢？哎，这个许半夏可不简单哦。今天我们就来对这个许半夏做一个仿妆合集，看一看哪一个最像。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，法人也得是我。我这么年轻，我不想赚钱，我想赢。明明高权莫高，招聘心累。他那个戴墨镜的，那个有点像，但是感觉好像还是差了一点。继续。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，法人也得是我。模棱两可，这个下巴稍微尖了一点点，它毕竟有点点圆脸。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，法人也得是我。哎，又感觉了。在几百年前就说，后面那张有点像是刚出道的赵丽颖，特别清纯。钢厂董事长是我，法人也得是我。还真的有点像许半夏哦，那种气场。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，法人也得是我。绝了，这眼神！在几百年前就说过，这个是模仿到精髓了。他那个眼神真的很笃定，这就完全就是女强人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国产剧真的拍得很好，真的很有气场。一个摸爬滚打。爬到高位的女人靠的是自己，哇，我看到我真的是热血澎湃啊，加油，自信，自强。明天是美好一天，先到这，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。